最新消息，花莲凌晨3:21发生了瑞士规模4.2的地震，深度6.6公里，属于极浅层地震。震央位置则在花莲县的寿丰乡。花莲地区的最大震度来到4级，其他地区像是南投最大震度有2级，台中则有1级。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，提供给您。